长大鸡王大，你是爹还是他是爹啊？啊！不睡呢？睡不着了。咋的了？我咋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跟从前有啥两样呢？一醒来，身边是你，院子里边是婆婆，不是我妈，这些都不让我觉得高兴。反倒让我觉得委屈。你嫁给我，你连活都不用干了，你还委屈了？那是我懒得干。跟你过日子和我想的不一样。哎，你想闹事儿是不是？妈起来了，咱俩赶紧起来吧啊！快点的，妈都起来了，咱俩就赶紧起来，快点快！好淘淘，小淘淘，来来来，快起来啊！来来来，我给你穿衣服好吗？来吧，你快！招呼你，快请，去啊，搁这屋里去啊！我给你唱，来唱。我让他自己唱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一家人捎带脚的事儿，客气啥呀？不是啊。老赞今天给我结账了，那你拿着吧。你不是要往家里寄点钱吗？他也不用你的钱寄。你咋还分你的我的了？你家现在还欠着债呢。再说我有钱，只是日子没到。日子没到，你就把这个先寄了呗。我不要。拿着。我。你叹啥气呀？男人挣钱就是给女人花的呀。这是我第一次拿男人的钱，以前净给男人花钱。男人挣钱
女人花钱，天经地义。好不？你说嘞？咋好啊？我告诉你，说了你也不知道，等你娶媳妇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他们要钱不？不要。那我给了钱。他们领证嘞，不能给你钱。为啥？城里女人靠不住，那是别的女人靠不住，我媳妇靠得住。好，你不愿意听，我就不说了。不过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俺们村里的人啊，到城里就被女人骗了的，骗了钱不说，还没有地方告去。那是他们瞎，你看我，我瞎呀？反正你小心点就是了呗。哎，这是让这个，振东，妈跟你说点事儿。哎，咋了？咋了？没咋的。不是干什么呀？我打个招呼就进来了。啊？不是我进我自己家，我跟谁打招呼啊？别人听见你了。我什么小点声？我凭什么小点声啊？你张口我嘴干啥呀？反倒是新嫁过来的媳妇嘛，人家不喜欢。他是嫁进老郭家来的，那小的得习惯老的，没听说过老的习惯小的干啥呀？他不习惯你这样，我也不习惯。你有啥不习惯的？哎、我把你从小养到大啊，哎、你娶了媳妇，你倒不习惯了你。哎、你别叫我，娶了媳妇忘了娘个白眼了，我打死我！打死你！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回先生去啊？啊，再待两天，再待两天，咱可都一个多月没上班了啊，咱不过日子了。我就一辈子结这么一次婚，你看你一辈子结一次婚，你咋这么没出息呢？啊，女人能当饭吃？我跟你说，儿子，就这事儿上，你可真不如你爸，啊，嗯，你看看你那小脸蜡黄，眼圈都青了。谁眼圈青了？你还跟我犟犟？哎呀呀呀，我这。一天晚上不睡觉，你叽叽嘎嘎啥干嘛呀？不睡觉我干啥？你别以为我没听见啊！你听见啥？你别管，可行，滚！干啥呀？滚！滚！哎呦，知道了。啥？来给妈吃。哎，听话。早上不吃了吗？不行，你把这给我吃了。我不爱吃这玩意儿吗？啥不爱吃？给我吃了。行。你干啥去？你就在这给我吃。我回屋吃。不行，就在这回屋吃。妈，你嚷嚷什么？把这给我吃，我给你搬，别动。自己搬，我自己搬不行吗？妈再给你弄点粥啊。嗯嗯嗯。哎，不是，你说这孩子真是不听话，一点都不听话。我批评他了，你说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像啥玩意儿？你这弄得连个门都不敲就进来，哪天我还得批评他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妈跟你说啥了？没说啥。撒谎。真的？你咋地了你？你以为我没听见？啊？行了。她就是个农村老太太，没不知道规矩。嗯，不管她说啥做啥，别往心里去。左耳朵进右耳朵冒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让你一打岔，我差点给忘了。妈给你煮个鸡蛋让你吃呢。嗯嗯。你给我吃啊？特意给你煮的。
哎，你吃吧。我吃啥呀？你得好好补补了，真的。啊。哎呦，你看你小脸蜡黄的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眼圈都青了，你看。哎呦，可怜的你，我给你包啊，我给你包，你得好好补补，真的真的。女人能当饭吃啊？嗯，那那么没出息呢？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这点上可真不如你爸。好好吃，来，来，好，来吃吃，来吃吃吃。嗯，哎，吃，好好补补。你不，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吃。你个小羔子，你给我当妈来了是不是你啊？哎哎，别啊！你妈多金贵啊啊！那能随便当吗？哎，这日子没他妈过了！你给我找个人，我马上上轿。我跟你说，我死给你看！我说这不，哎呀！累死我了，累死我！你才回来啊？家活刚完。哎呀，赶紧给我盛饭，饿死。累死我，累死我！哎，给我整啥好吃的了？好多呢，今天做了好几个。真的？啊。我大吃一顿。饿死我了。嗯，怎么了？双元，你爱我吗？就是每天必须回答的问题。嗯。爱。那我要是死了的话，你还会爱上别的女人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回答我。哎呀，你回答我。不可能。我不信。我啊，爱你。嗯。如果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份爱啊不可能了，那我就要把这份爱，我就给别人了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给你的这份爱，只是因为你而存在的，只是针对李萍你一个人的，只是为了你而生的。嗯，
说的真好。哎呀，白天在外边累身子，回家还要累脑子，命苦啊。这有啥乐？端我盛饭去。嗯，你先吃这个，我给你盛。双元儿，你看啥书呢？朱自清的散文选，你念一段我听听好吗？哦，我念一篇《荷塘月色》吧，我最喜欢的。嗯，路上只我一个人，背着手踱着，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，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我爱热闹也爱冷静，爱群居也爱独处，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便觉是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儿，一定要说的话，现在都可以不理，这是独处的妙处，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。你念得真好。嗯，不是我念得好，是人家散文写得好。你念的也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的骨头就是诗文做的，你的威风全在骨头里边了。月梅，哎，还忙活呢？嗯。憨桃这丫头可是真厉害呢，她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就怕我儿子不说话，她专从我最没骨头的地方下刀子。哎，她算把我儿子控制住了。哎，我这女人活得真不容易呢。你说进门吧，受婆婆的气，受男人的气，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头了吧，我又受儿媳妇的气。你呀，你要是受气，我们都别活了。嘿，你可不知道，现在的女子使的全都是软刀子，叫你疼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还叫你见不到血。你别说那么吓人了，等你当上婆婆那天你就知道了，你现在啥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们家双元也有对象了。是啊，嗯，哎，干啥的呀？也在城里打工。哎呀，你家双元真有本事呢。哎，那啥时候办喜事儿啊？日子还没定呢。哎，你看着吧，到时候你家又得拉一屁股饥荒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嗯，累死我了。
气，给孬孙们翻到地里去。怎么吃上这个了？马上给你做饭啊！来，放这儿。怎么你回来这么晚啊？今天店里的人多，活特忙。马上给你做饭啊！你喝酒了吧？嗨，今天店里的几个顾客吃对了我做的夫妻肺片，挺高兴的，非要敬我一杯酒。男的敬的，女的敬的。男的。问我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啥意思啊。双眼儿。你不信任我？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我就是不愿意你陪别的男人一起喝酒。人那是店里的顾客，为了留住回头客，人敬我，我必须得喝。哎，不，哪个酒店规定你就必须得陪客人喝酒的？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得靠这份工作养活我自己。我得让老板高兴。除了让老板高兴，我还要让你高兴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就没人让我高兴？让你高兴啊！我每天累得要死，下了班，身上连动都动不了。可是我一想到你在家里还饿着呢，就着急忙慌的往回赶。一走到门口，看到家里的灯是亮的，知道你在，我心里就踏实，身上也不觉得那么累了。那我不也是每天下了班就往这儿跑？啊，我不是见不着你，我着急吗？你着急，你就得这么说什么呀？就碰，别碰！我就碰，我就碰，我就碰。笑，你笑什么笑？谁跟你笑啊？你给我笑呢？你也瞎了？没瞎，我看见你心里边给我笑呢。许双眼，等。你这么烦人，你放开。好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哪错了？我不该太想你。我想你想大劲儿了，见不着你我就窝火。窝火？窝火你就胡说八道。那我不是男人吗？男人咋了？男人心就应该是歪的。那我不都承认错误了吗？承认错误就完了？那你惩罚我。怎么惩罚？我亲你一下。你烦人了。来来来，惩罚我，惩罚我。掐死你得了！你掐死我算了，两眼一闭就清静了，
省得你老追着我吵架。谁老追着你吵架了？你，懒得理你。你想想，你这一个月跟我闹了多少回了？那我不都给你承认错误了吗？以后还犯错误吗？不犯了。你发誓。嗯，好，我发誓，如果我局庄园再犯类似的错误，我就任凭李平同志，随意宰割，宰割，宰割。干嘛？没事。你老看我干啥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特轻浮？咋忽然没这个？以前张正红和你一样，也为这个跟我吵过架，我怎么解释都不行。你有病吧？你把我跟他放一起干嘛呀？因为跟他一样看我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提他。他是我的历史，你不提他，他就不存在了。历不历史，你别给我提他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生活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你怎么不讲理啊你？讲不讲理，我也是个男人。我告诉你，但凡是个男人，受不了这个。许双元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是不是不清楚？你要不要拿把刀把我心剖出来，你看看，看我是不是负了你？没良心，你们男人都没良心。以前我以为你去双人跟别人不一样，实际上一样。我把心一点不留的都给了你们，可是我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们除了张正红，你还有别人？没有，我指的是你们男人。你和张正红为首。你怎么又把我跟张正红放一起了？混蛋！你们全是混蛋！不对，我混蛋，我混蛋，我混蛋！你还嫁给我？我没说要嫁给你。你不嫁给我，你在这跟我混什么呢？我跟你处对象，处不合适我就不结婚。你现在觉得不合适了？对。弄了半天，你跟我在一起都是假的。你放屁！你。放屁！我错了，那你倒证明给我看呢！啊，你证明我局庄园是狗眼，我狗眼看人低。你要我怎么证明？你明天就给我回县把事报，咱俩明天就结婚。我不。哎，你不是说过你要把这情感都给我们农村出来的人吗？对，我说过，但是我绝对不嫁回农村去。那是为啥呀？我没啥意思。你要想娶我的话，你就必须在城里边立住脚。借口。不是借口，过日子不需要借口。你连自己都没吃没喝的，你怎么养活老婆孩子？借口，全是借口。我怎么就瞎了眼？我看着你这个脚踩两只船，你勾了八泡屎的女人，你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滚！你以为你不让我滚我就不滚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这马上我就走。你走，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。回来？你那霸天大叫抬我都不回来了。我要再回来，我就不姓鞠。
北抽烟了。咦，又喝一抽吗？他抽烟，我烦。大了，哎，嫂子，你怎么回来住了？小两口吵架了。吵架就好了，我们都掰了。退了。兄弟，简单不？退了就退了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是不起心出来。我看着了，你俩根本就不合适。小娟，我比你大两岁，啊，我见的就比你多，我早都想劝你两句。咦，俺那个亲娘们，俺一看你被那个小妮儿迷成那个熊样，我这个当四哥的我都没法张这个嘴。兄弟，你太年轻了呀，你还不懂女人的心。你看，找媳妇和咱师兄俩在家种庄稼金是两回事。栽红薯，越大了越好。找媳妇儿了，越找了越珍贵呀，这是常理。你俺姑常给我叨叨这个，我都听烦了。根据这个小妮儿的长相、穿戴打扮，她在城里边混的不孬。他混的不孬，干么非得给你个民工好啊？从长远他说不起呀、啊。这个小妮儿啊，也不是个什么好妞。真事儿，还不一定和多少个大老爷们上床睡过觉呢。去！别打！快！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少爷，哎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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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奶的，少爷，你媳妇不要你，你给俺急啥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。你就是那天找少儿那个人吧？你要干啥？少儿跟人打架，从楼上摔下去了。你说啥？他现在送到了医院，正在抢救嘞。家属，我是他爹。哪怕您先交上一半500块钱都可以啊。我用我的血换我儿子命，行吧？啊，行不行？啊。
五个小时了，他在这边待了五个小时了。媳妇儿，媳妇儿吧，我是他对象。哎，那你不知道？知道啥呀？菊双元他出大事了。